对面跳这个，对面跳这个，对面跳这个，牛逼！我操！我这还没补死呢，我补了好几枪。 雷啊！这是有个雷，房子里，房子里，房子里。后面小车库，小车库，后面车库房，就后面的车库房，最后一个地标。二层楼，二层楼，二楼。OK。车库也有一个，两个。倒了，倒了。车库倒了，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。我感觉他要下。二楼在跳窗。哎！全白吧，应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火的，看了。他闪到了。 这边，哎，这边，还有一个的，还有一个不知道在哪。啊，这个山顶，要点山顶四个人。 真是机器的四个，他抽到好开心呀！他，你在哪儿啊？倒了他这人，哎呦，我这怎么打的？我都不知道。给你，给你最后一个。好像在那个二层楼的一楼附近。哎，好看到了。要不然……哎，这人倒哪儿了？括号。 这后边，我来干嘛？啊！好马呀，这波！炸弹出来了，爆毒了！救人！救人！ 我真的发现这发兵必须得调密位，不调密位真的好难打。多近？回弹又快。防区好像就俩，这个防区。我操，牛逼！牛逼！一枪死。 并不是一枪死的。啊！MG63。对对对，就这坡。那就跑过去了。哎呦，有人跑这来了都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马路出来俩。 哎，枪死！哎呦，我能直接四个人。看，这波就是缩进的功能，是。是我这我知道。嗯，四标一枪死，七六二能分我两波。能能能。一发。我该缩的时候会缩的。哎，左边有个人。雷。喂，没打死。炸不到。上坡。哎，这没死。 这上炮这个倒了啊！还有一上炮还有一个，这打得到，开俩，中间，哎呀，小头了！来拿头，来拿头，我杀你头！